来，哎，工作时间给我打电话，听说你最近在学古筝啊？谁说的？那你怎么能拨动我的心弦呢？不跟你瞎扯了，说正经的。行，正经的，说吧。明儿有没有时间？干嘛？当卧底。来，两位，我们这边请。这里呢是我们的棋牌室，所有的长者都可以在这边进行棋牌娱乐活动以及桥牌的联谊活动。阿姨好，这里呢是我们的室内高尔夫，老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户外运动的乐趣。哦，不错。这里呢是我们的影音室，完全呢地面上面都是无障碍的电影院。所有的老人他都可以进在我们这个电影院里面观赏电影，如果要是有轮椅的老人，我们也可以方便他的进出。现在您看到的所有的展品都是我们自己的东方的老人自己画的一些作品，我们平常还有素描展、油画展。这边请。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生命体征网络监护系统了，那我们可以通过老人身上穿戴的一个穿戴软件，可以实时的更新和监控到他们的呼吸以及心率。那如果一旦遇到意外发生，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发出报警，那老人会在第一时间得到最重要的一个救护。这个我也带着，给你补偿。三日不转运啊！那个，咱们这儿的餐怎么样？我们这儿的餐是全市最好的。啊，真牛啊！我们这个社区呀，因为规模比较大，所以呢，长者来自天南海北，我们特别重视长者的餐饮的品质，包括菜品的营养搭配。我们还特地邀请了营养的专业的营养师，为他们每一周都做不同的菜单搭配的。当然了，如果他要有其他的需求和口味，也可以点餐，不过这个是要另外收费的。敢问两位的关系是？兄弟。真恩爱。说好演兄妹，你搂我干嘛？咱俩这一看就不是同一批次出来的产品，我多好看。哟，真拿自己当帅哥了。说说吧，今天作何感想？嗯，怎么说呢？咱们呢是小米加步枪，人家是飞机大炮。那你就说。咱们输定了，非也。得天下的往往就是小米家不强。嚯，真有你们的！你们是怎么过去的？潜伏。